欢迎收看今天的公立侯利哉，我是邵君。寒冬之际，对于家庭环境不佳的边缘户或是弱势族群来说，真的很难熬。但是在这个时候，也有许多善心人士会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无形中抚慰了这些人的心，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温情。特别是里长及社区关怀据点，往往扮演这个穿针引线的角色，解决弱势族群许多问题。寒冬送暖线爱心高雄市慈善团体联合总会一连三周，周一到周五邀请弱势家庭吃尾牙，期望在岁末之际让经济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受邀的家庭对于慈善会及善心人士如此关心他们，也表达由衷的谢意。简单的两句话表达弱势家庭由衷的谢意，因为对他们来说，要上五星级饭店饱餐一顿真的是很不容易。他很期待，就是每次他们有办活动，他们都很期待的出现在那里。他觉得他们有在关心他，他觉得他们有被人家重视。这是向社会表达感谢。跟何女士一样受邀参会的还有这位韩先生，儿子过世后与太太共同抚养三个孙子，一路走来慈善团体联合总会都给予莫大的支持与照顾。其实还是很多人关心你。对对对，社会像这样是很好的，这个慈善会在帮助我们。高雄市慈善联合总会连续四年与社福团体饭店业者共同邀请经济弱势家庭吃大餐，今年选在知名饭店一连三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举行尾牙飨宴，希望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暖暖的温情。我每一年都希望说帮助这些弱势的朋友们有一个这个就像大企业的那些尾牙宴一样，我希望所有高雄市的一些弱势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慈善总会就是连接各慈善会，大家一起来共同做这个爱心的活动，希望这些弱势团体能够让他们一个愉快的，叫做那个过年，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一些大家一个大家庭的围炉活动。谢谢。我提到说，一个圣经的经节，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止，因为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那我想，确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遇到许多困难，遇到很多的一些患难。但是我相信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而且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绝对不会让我们孤单。上帝应许我们说，他不离开我们，也永不丢弃我们。我想今天也许就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扮演上帝的手，能够扮演上帝的爱，能够去帮助我们一些有需要的人。即使处在人生低谷，也不要绝望悲伤。对弱势家庭来说，受邀吃大餐不仅是饱足一顿而已，让他们从中感受到社会温情，进而对人生抱持梦想，才是这顿尾牙聚餐的最大意义。前镇区圣心里关怀独居老人，特别选在周末假日举办一场爱心义卖活动。里长陈银年不但动员里内志工，更有许多爱心里民纷纷响应。一整天下来，义卖所得超过20,000元，全数将捐给独居老人，帮助他们过个好年。爱心义卖登场，里长夫人拿着全新皮包，高喊只要100元，吸引买气。来100块包包，全新的包。皮包一个100元，丝巾一条50元，没带过的领带铜板价10元就能带回家，这么便宜，马上吸引李明掏出钱包来买单。这是前镇区圣心里帮助独居老人举办的爱心义卖活动。为了筹备这场义卖，里长陈银年忙了好几天，从整理义卖商品到准备义卖摊位，一点都不敢马虎。果然李明也很捧场，纷纷捐出家里少用的物品，从五金家电到鞋子衣服应有尽有。本来是80-50块，我们卖的所得还来捐给那个需要照顾雪中送炭的一些居民，是一点是小小心意，不能说
能够资助他什么啊？但是说代表这个社会上一个爱心，小小的爱心呢，能够帮助到这个里上，独居的老人我觉得这是双重的爱心，然后也让资源可以再利用，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漂亮的布袋，是布袋。不同的颜色。连议员也当场响应，买了好多样物品来帮助独居老人。小朋友更是看到玩具，眼睛都亮了起来。这个都要，请放在你们包包。这个，这边有。哎，喜欢。我要博士蓝款。整场义卖连同爱心捐助，一共筹到20,000多元。尽管金额不算多，但这些都是里长的辛苦及圣心里民的爱心，也难怪忙了一整天，每个人脸上依旧笑容满面，直说做爱心真好。前镇社区照护关怀站办理日托日照服务迈入第5年，除了周三共班上课外，周一到周五日照班都按表操课。对于长辈来说，来这里不但有了同伴，也能尝试学习，久而久之脑筋自然灵活，身体也跟着硬朗了起来。志工带领长辈做起暖身操，动一动让手脚更加灵活，因为紧接着就是手工技艺课登场。上的是劳作课，只见志工们耐心讲解，叮咛长辈如何将裁剪好的吸管粘到圆筒上。尽管有些长辈领悟力差了些，动作比较慢，但努力再努力，没有多久，独一无二的笔筒还是大功告成。哎，笔筒啊，我们这里面这个用粘起来，一只给它粘起来，然后再贴起来，然后再写名字。会不会很费力，还是觉得做起来很快乐？很快乐了，没有，很轻松的。前镇社区照顾关怀站每周三日托日照班固定合班上课，学员当中有行动不方便的，也有少数出现失智症状，但才来这里上课不久就获得明显改善。有一个失智的长辈，他属于中度的失智，刚开始来的时候呢，你叫他做什么他都不要，但是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之后，现在请他在做肢体的动态啊，或者是静态的，他都愿意去参与了。虽然说还不是说很像一般健康的长辈，他可以很全程的参与，但是至少说他在过程中半个小时，他可以动个5分钟、6分钟，这样就也是在于他的进步的那个范围之内。对长辈来说，过去待在家里缺乏互动的对象，如今固定来这上课，心情愉快，精神也跟着好了起来。来过晚会啊，真快乐。无厝的囡仔拢大汉，拢去上班啦，无伴。入灶人，我来吼，来3-4个月啊啦。还是袂歹啦，很好就是了啦。慢慢的，他们在这里像一家人一样，虽然也有吵架，也是很好。在家里是不吵架，就闷在心里面。在这里有吵架，有时候吵出来，大家以后又开始和好，那是一个很好。前镇社区照顾关怀站由天主教慈善福利基金会承办，其中日托日照服务已经迈入第5年。不仅志工耐心投入，还跟这位邻里的生服员彼此交流，透过学习让照顾长辈更加得心应手。1、2、3、4。总干事呼吁家中长辈走出户外，多跟人群接触，更欢迎加入前镇社区关怀站的大家庭。来这里不仅是手脚动动，头脑动动，对于促进身体健康也将有莫大注意。同学请跟我动一动，手脚灵活不怕冷，前镇社区照护关怀站，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这里的志工大多都是65岁以上的退休长辈，有老人照顾老人，不仅更加亲切，也能更了解老人家的需求。不少志工尽管年过70，身体依旧硬朗，看起来只有50多岁。不论是暖身操或是实际动手做，关怀站的长辈身边总是围绕许多志工。但是在前镇社区照顾关怀站，多数志工的年龄其实也跟退休长辈差不多，甚至还要更大一些，形成老人照顾老人的特殊景象。我们志工都是在65岁，平均年龄都是65岁以上，所以我们等于是说以健康的老人来服务这些不健康的长辈，等于是说他们一样是平均都是
老人的心态来服务他们这些就是比较跟一般健康的长辈比较不一样，他们可以以同理心来对待他们。长辈照顾长辈不仅可以了解老人家的需求，服务起来也更加亲切。像是这位郑阿姨，乍看之下以为不到60岁，其实她在这里已经服务10多年。70岁的她再没有多久就要当阿祖了。长辈哈，他刚进来的时候哈，就是好像心情不会说很开心呐、啊。我、哦、啊，现在看到他们这样成绩差那么多。哦，健康都很快乐这样哦，哦，我们心情真的很快乐呢。为他们服务，我们也是很高兴啊，就是，对，很有成就感，真的很有成就感。当志工很有成就感，对于72岁的洪先生来说也是如此。固执啊，会固执，对啊。还是慢慢跟他好多聊天啊。找一些不要触及他的言语给他听。问到如何保养身体，两位志工不约而同都建议长辈走出户外，多跟人群接触，身体自然更加硬朗。多运动啊，不要常常在家里蹲着看电视，到户外走一走嘛，才会健康。教他们说心情要放开，不要想什么心事，就把要快乐啦。就是要快乐啦啊！每天哦，早上起来他们就是手脚不太联合，我们就教他一个小动作啦。哦，早上现在冬天嘛，哦，早上起来就不要一开始就爬起来不行，就我们会教他们说，手哦稍微这样动一动，还有脚动一动，还起来坐一下，才可以慢慢的爬起来。我们都有会教他啦。尽管日托班、日照班有不少学员是行动不便或是有失智症状，但是在志工的协助下，身体逐渐好转，脸上也开始露出笑容。而这样的转变让志工们服务起来越起劲，也越有成就感。北高雄家扶中心去年从近3000户扶助家长中选出10户志强家庭楷模，在周日盛大表扬。每户志强家庭家长都经历人生挫折，背后有着相当令人感动的生命故事。其中凤山区何女士3年前丧夫后独立抚养5名子女，坚强不放弃的精神很让人感动。何女士跟子女们紧紧拥抱，这一刻彼此感受到亲情的温暖。3年前车祸失去了丈夫，整个人掉入生命低谷，但她为了孩子不愿绝望放弃，一步一步地走出伤痛。因为我舍不得孩子啊，对，既然生了就要有责任要养他们啊，对啊，对啊，真的放不下孩子。那现在的期待呢？说孩子们将来就他们乖乖听话，然后健康长大，这样就好了。哎呀，不要学坏，这样就好了。对，在北高雄家扶中心的帮助下，何女士一路走来并不孤单。乖巧的女儿小琪也学会帮助家计，在住家附近冷饮店打工赚钱。母女连心也让人感动不已。就看妈妈带我们五个很累啊，小时候出去打工帮忙。打工累不累？打工一开始会很累啊，可是后来习惯就不会了。何女士独立撑起家计的故事，为社会注入正向温暖的力量，也获选成为今年的自强家庭楷模。借由这样子一个故事的一个表扬，希望让我们社会上的一个弱势的家庭看到，其实有时候是不孤单的。我们有一些团体，像家扶是可以支持大家。那我们家扶也有一些方案，不管是幼儿的，或者是青少年的，甚至家长，我们透过这些方案来协助家庭一起走向更美好的一个人生。北高雄家扶表示，今年从近3000户扶助家庭当中选出10户自强家庭楷模，每一户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值得社会给予肯定。何女士一家的故事只是社会的冰山一角，但相信透过各界力量的协助与支持，一定可以让贫困弱势的家庭走出低谷，迎向人生另一道光明。
岁末寒冬，前镇区竹内里一群志工发起义卖餐食的活动，所有义卖所得及捐款全都用来帮助邻近国中小学的弱势学童，吸引许多街坊邻居响应，有的买餐食，也有人捐助金钱。里长赵永耀表示，这场义卖活动连续举办四年，志工们自动自发、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他感到就甘心咩。全部捐给学校的低收入户的小朋友。叫卖声此起彼落，越喊越大声。仔细看看，前镇区竹内里长赵永耀也挤在这群婆婆妈妈之间。原来这个摊位举办义卖活动，所得是要捐给临近学校的贫困学童。这拢阮理事长吼的爱心呐、啊，啊每迄、那个每一年年终的时阵吼，拢会举办义卖吼，啊大家的。善捐款吼，也是义卖的迄落的钱吼，款项啊，拢捐予咱的光华国中，参咱的乐勤国小，啊，都是那个同学吼，啊补稍微补一下啦，补助一下啦。里长推动志工辛劳，也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为了举办这场义卖活动，发起人苏淑霞理事长起了个大早，带领社团干部一同准备食材。从烹煮、分装到叫卖，大家分工合作。尽管忙碌辛苦，但大伙都觉得很值得。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就尽量去做，就是我们的一份心啊，心意而已啦，也没有什么，就是大家做得很愉快啊，又可以帮助别人，别人也很高兴，我们也很好啊，就是这样而已。让我们觉得哈，都很觉得很荣幸，能做到能参与到这一个义卖的活动，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乐意，也是非常的快乐，快乐的心情，用感恩的心情来回馈社会。看到这群志工妈妈奉献爱心义卖食物，往来民众也纷纷响应，一买就是好几包。超有爱心的，因为菜市啊内底吼，这个里长是得来你的。啊，伊的爱心大家拢知影，啊，我是别里的啦，我来参与一下啦。爱心是不限那个界限的啦。这些妈妈有没有都能付出她的爱心？有没有？那我们尽量去响应她。况且我们也要吃饭呐、啊，是不是？啊，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能做的话我们就能做，就尽量去做。里长表示，配合竹内里瑜伽班协会举办义卖活动，已经迈入第四年。每年募集到六七万元，全都用来帮助学童度过经济寒冬。他对于志工们的无私奉献也感到就甘心。今天就是寒流来哈，天气特别冷啊。不过我们这些很爱心妈妈很热情，很用心，然后来这边帮忙这些炒面、炒米粉哈啊，做那个鱼丸汤来义卖，非常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因为过年每一年哈，我们都会。把那个小孩子哈，有人都比较不好过了，然后我们就会送他们有一点温暖而已，就红包啦，一包米啊这样子，啊，然后剩下我们钱就是给光华国中啊，那个热情国小那边。香喷喷的炒米粉、炒面，还有热腾腾的菜头排骨鱼丸汤，一端上桌马上就被抢购一空。尽管这时外头天气冷，但每位职工心里充满温暖，而他们也将这份暖流分享给更需要的人。这项义卖活动中，有一位灵魂人物，就是竹内里瑜伽班协会理事长苏淑霞。多年来，他教导里内长辈瑜伽，强健体魄，而且特别担忧社会冷漠，彼此不关心。他希望借由义卖捐助学童，让台湾社会更加温暖。一会儿拿着铁铲在大锅子搅拌食材，一会儿又走到骑楼跟着婆婆妈妈分装炒面，天还没亮就开始忙碌，直到早上10点多，整个人精神奕奕，一点也不觉得累。她就是义卖发起人，也是在地瑜伽班协会理事长苏淑霞女士。心情很愉快啊，就把我们的心好像比较轻松一点啊，就怎么讲啊，就反正做这种事情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啊，有机会哈，就是我们大家哈，我希望啊，大家有机会，如果社会像这样子的话哈，我跟你讲，一定很多人爱心很多了，一定大家一起出来努力，为我们这个社会哈去打拼，要加油。
讲话有点腼腆，但散发出无比热情。苏淑霞表示，当初发起义卖餐食捐助贫童的活动，只是想尽点绵薄之力，让社区更加充满爱心。大家社会齁要站起来啊，大家要一起努力，好为我们这个社会齁去，如果有那个爱心就出来奉献给大家啊。如果身体健康嘛，对不对？我们能做就是都是，反正能做就是我们的幸福啦。这一做就是四年，规模也越来越大，参与的志工也越来越多，里长都不禁竖起大拇指称赞。啊，我这十几年来拢因翁阿婆咧做理事长啊，他们都是平常出钱出力吼，迄落翁阿对这社区的贡献，大家去想着讲吼，找这爱心妈妈来这煮这炒这米粉、炒这米啊来义卖吼啊。我们理事长最有活力、最有热、最有上活力啊，上热情的啊，对这个社区上爱心的啊，所以讲吼，都是理事长夫妻两个来筹划，找这些爱心妈妈来帮忙，来义卖这样子。在里内担任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苏淑霞的先生林文福一路陪伴着太太，两夫妇做爱心不落人后。啊，我们都非常开心啦，愿意出来哈啊做善事完啦哈，做善，拢会当出来做善事啦。啊，阮的太太，伊在做宜家哈，诶，这里理事长，宜家班的理事长，他也愿意啊跟这边哈大家出钱出力啊出来做善事完，都很开心安尼啦。夫妇俩不愿鞠躬，也认为这是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也因为这样吸引更多人投入这爱心的行列。有人捐钱，也有人捐食材，当然更多人响应购买。小小的市场巷弄里，爱心彼此连结，而这份爱也将在理事长的带领之下继续传递下去。很多里长除了服务里民，也常常会跟餐厅合作推动代用餐。前军区文东里里长就是一个例子，不过他推动的代用餐很特别，是精致的日式丼饭。因为这家店的老板很有爱心，而且付诸行动，里长因此深深被他感动，才会一起推动代用餐，自掏腰包协助有需要的民众。干净的店面，具有文创艺术气息的日式餐厅，居然也有代用餐。原来就是前进区文东里里长的爱心作为。不管是不是文东里里民，只要有需要，都能来店里享用。哦，前阵子寒流来，然后我们也看到路上很多无家可归的人，然后卷曲在路边。哎呀，这个我们看了就是非常的心痛。对，然后我们就决定举办代用餐这个一个活动。里长苏伯家除了年轻有风格，连自掏腰包的代用餐也要跟别人不一样。一般都是普通便当，但里长提供的却是热腾腾现做的日式丼饭，价值120元，连搭配的味噌汤还能免费续碗。这个价位一直都不是个问题，我觉得主要是让吃的人他可以感觉到我们的温暖，然后让他觉得人生还没有结束。老板很慷慨，想使用代用餐的客人他通通不筛选，全靠自由心证，完全不怕遇到厚脸皮的 OK。 这里的餐点请慢用，谢谢。我就不去考证了，因为考证是太累了，自由心证如果他连这个也要这样子的话，那我也还蛮佩服他的。就他开好车来，我还是做给你吃，我还做给你吃。对，你这样敢看到资源，那我就做给你吃。对啊，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对，就是要让人家吃嘛。其实老板本身也喜欢做爱心，里长被他深深感动，才会推动起爱心代用餐。目前才刚刚执行半个多月，里长表示只要有需要，完全不用客气，都能够来到店里，常常用爱与热情所制作的丼饭代用餐。岁末年终，社会各界都会发挥爱心，送暖给弱势民众。大港保安宫每年都会举办3次物资发放，这次冬令助济将发放给三民区50个里1300多个贫困家庭。发放前，庙方人员忙着分装物资，方便受赠家庭来领取，感受社会满满的爱心。
大港保安宫的厢房堆满纸箱，里面装的都是面条、酱油、罐头等物资。庙方人员正忙着把这些物资分成一袋一袋的，方便发给贫困家庭。每一个米啊，米跟面啊，就米一包，寿面六包，然后其他的罐头有六种啊，每一种都一样，都把它归类在一包里面，嘿，对，让大家好拿取，就每一样都有都到齐。你做这样工作辛不辛苦，还是辛苦？不会啊，怎么会很辛苦？不会辛苦啊，觉得很高兴啊。工作人员要把一箱箱的物资拆装成1300多袋，这些物资都是用善心人士的捐款买来的，希望贫困家庭在寒冬时也能够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我来做温暖物呀，对不？啊，去照顾我的低收入的，哦。庙方每年都会举办三次物资发放，分别是保生大帝圣诞和重阳敬老节，以及这一次要举办的冬令祭祝。由3名区50个里的里长提报1300多个贫困家庭，庙方精心挑选这些实用又容易保存的食用物资，让他们能够过个好年。啊，这今年吼，咱这次就是讲发放哦，咱这个白米日常用品。哦，那算豆油啊、粿啊，哦，啊个平安面，哦，啊，等等，哦，咱每份差不多有500块的新台币，哦，左右，哦，这是咱保生大帝，咱大港保安宫每年，哦，例行爱做的祖先。大港保安宫供奉的是保生大帝，生前就是行医救世的医生。庙方秉持神明慈悲济世的精神，在岁末年终汇集大家的爱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这份暖流温暖整个社会。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少君在这里祝福大家吉祥如意，事事顺心。我们下次再见，拜拜。